有请老将。小人前别秋吉用抓掉。有高你可得老没啊？你不了解，容易侠侠一龙。还有香蕉，香蕉有水，丁兆兰丁兆辉何秋香蕉，过来一个，还有鸡蕉，上个重要，还有一个地蕉，地蕉香蕉，剩下的再差一路啊，多一路，三蕉五个隔壁，那第何名啊？那第何名？讲来讲过去，就是咱五个人七蕉无名。七蕉无名，我无生气。你好的南蕉，伊是谁啊？南蕉伊是丁兆刚，是众兄弟啊！不顶了来，不顶了！皇帝做人是无吵吵，好听诶。皇帝做人是真无聊，无烟无气，七蕉是疯了了。五下排不着，气难消啊！那闻言心中来气，地瓜我只在初时，扬名天下人在知，为何排名不在内？听歌啊！众兄弟拢问丁蕉是不是？知有啥个名？要知丁蕉的名，嘛要知丁蕉的人。伊人又是怎样？你敢知丁蕉偌厉害呀？再厉害，听来呀！高手鬼门关，石头之山上，先有两洞，现在有强一点，如今一点自封，一番风把伊栽落。你讲啥呢？袂输咱中平新庙的哦。是人咩？你若讲假咧，伊是啥物妖怪哦？啊，唱着歌词啊！出去倒啊！不是，这丁兆怀念你知影无？伊方为咱接，我无生气；伊干火，我嘛不离。上更重要是皇帝，皇帝真咧偌好？啥物偌好？统一贵族气量。你讲皇上？统一贵族气量。统一贵族。啥物叫做气量？你知无？鸟一次，次一鸟，天生的天敌，行过上鸟翅，咱若五次见着伊，就急尾追。好怒啊！当今风浪上好，天骄，一无可分量来做傲立鸟，鸟鸟空鸟，世上难家。让伊风作鱼鸟，把咱武器当作啥货？那话费？哦，恁抢武器，叫恁野狗风作鱼鸟，分明可是假人狗。来人了解，材料更好厉害。罗家生、韩空道，咱全家更无起诉，叫恁逼了小小恁叫风作鱼鸟。我不管，我绝对要上去那边来会我，断不了。小弟。不可冲动行事，既然万岁爷真来皇上，想必有错在情。你我虽然身为武器，不可轻举妄动，站在航空道，在打听事情。老谢，唔通去，唔通去，去只鸟比咱只刺较大只。是啊，你莫阿人磕石头，你若安尼只鸟过一个吼。我都在讲话，你来听话。听大哥建议。我阿人磕石头，我比用大脑壳了，孙得了。回来。